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蛙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MC 大战僵尸。现在我们有的猪越来越多了，都已经有八个了，但是我们一场最多只能带六个植物，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多带几个植物呢？感觉就带这几个植物就行了。上次我们不是获得了一个新植物吗？它可以直接把这个石像给击碎，这个的作用感觉就好像墓碑吞噬者呀。是故意。要是没有这个植物的话，靠这个小喷壶来打这个石像，要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呀。现在可以直接打碎它，实在是太爽了呀。Nice. 这一下再也不怕石像最后变成石像鬼了。最后只有一个石像变成了石像鬼。随随便便已经通关了呀，这次我们获得了图鉴，这一下终于可以知道这些植物和僵尸的信息了。咦，居然还可以看角色的信息，聪明，他居然还真的叫大夫啊。这个漂亮的小姐姐是一个术士啊。这些是我现在拥有的植物，这些是对面出现的僵尸，不知道以后还有啥植物，又会遇到啥厉害的僵尸呢？